王志宁，职业中医师，疼痛科专家，清晨中医和平馆康复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王志宁。俗话说春天孩儿脸，一日变三变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春天呢气温虽然是逐渐回暖，但是有时候早晚气温还是比较寒冷，倒春寒有时候会经常煞个回马枪，使我们一身的气机不畅，对外呢胃气不固啊，易感染易毒，对内呢导致我们脏腑的功能失调，诱发多种疾病啊。对本来就属于虚寒体质的人来说，这时候我们不妨用一下艾灸来应对倒春寒，再加上艾火的力量，可以走三阴通十二经，能够很好的抵御倒春寒。平日形寒肢冷的患者，我们不妨灸一灸督脉、足三里、关元、命门等穴位，像风寒湿邪共同闭阻关节，是造成关节冷痛的患者，可直接灸我们的关节部位。我是中医王志宁，我为健康代言。